運転しやな。今ね、リップつけて一回10分ぐらいつけてる。もう温かい音、温かい音。いや、今年没有很冷。不行，我不能吹风。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头发很多。不是，是帽子太短。可以了吧？那我喂，我还没插，我不能按。没有，我还没弄啊。有，那红灯在闪。小朋友去呢，你确定你要去这个？您说没有很多人进去。你看去的都是小朋友啊。是现在去的都是小朋友，刚刚没有说去的都是小朋友。刚刚就没什么人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没人气。你真的要去这个？都要去啊，无论如何都要去啊。我觉得我又可以加一点。你要弄紧一点啊！那里很多人排队。对啊，你要哪一个？你还没热身呢。对。你好像乱滴一下哦。ありがとう。你快要踢到你自己的板子了。踢到就踢到。那就板子飞出去啊。不会，那个那么重，我要是能踢得到飞出去，那我的脚力肯定很惊人。哪一个？那个。嗯。那我滑过去应该就可以了。
正常等一下滑的感觉。哦，然后普通就啊也逛完了算了。但是我可以啊，我就是要逛完，就是没想到滑滑看，感觉一下。我觉得礼拜天人不会礼拜六那么多人。但是就实际体验来讲，我觉得明天可能不会来，因为我一定非得在那里排队买票。就因为要排队买票，你就不来了？因为有点急啊。但是就算人少，好像今晚不大会下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今天晚上看预报，两边哪边下的雪多，虽然只差一点点。例如说 Kilolo 下的雪已经比小镇多了。那会不会今晚 Kilolo 跟245很多呢？五点以后见分晓。小朋友是比较初学，应该不会有教练一开始就说来我们先来这儿再开始教吧。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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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说是这个，对，我们之前初学也是常常摔倒在缆车，我现在在想为什么我会摔倒。你卡我，我卡你，这除了那次是卡到，所以当然摔倒。还有一开始离开缆车那瞬间，脚不知道要用力，不知道要站起来。那你不用站起来的那个力道，你想要把身体挺起来，还有那时候脚力也不比较不强，种种原因。还有那时候平衡，不知道松脚踝固定，身体也平衡。有个极限，那个时候连站着等缆车都可以往左右倒，你还记得吗？站着等缆车往左右，站着排队，站个不撑不住就横着倒下去，你有过吧？我连现在都还有在排队也倒了。对啊，因为那样子站，所以这个雪道中间有棵树，还有很多树，好像是飞鸭雪的痕。可能很好玩吧，但昨天下的可能没有多少吧。但是既然这么宽，应该不会有很多人搞馒头吧？只要没有人搞馒头，应该是好玩的。跑去哪？咦？前面那四个人会不会产生问题？最右边的那个雪板，主要是看他的表现，因为他上的时候很慢。まもなく終点です。足場は6号です。キャンプを持ち上げてください。好，没什么问题。那这样右手摇摇晃晃，到那边去了，拜。果然是出行配置。
对啊，就超的那种粉红粉红点点都是超的那种啊，就中间是恐怖的啊，没有恐怖就是超的。那里有专门挖馒头，这个这个人正在挖，红裤子正在挖，不要去馒头区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滑哪？现在要做的是中间这个栏，先滑左边，你再滑右边，再滑中间。C A B。
天滑一个不一样的。那不会去滑花园就是太平，那就吃不到那个，那个也不到那边，那边好像是要吃自助餐，是不是？啊？才能吃那个甜点吧？你要吃那个吧？那个甜点是很好的甜点。你很想要？但是花园好难滑哦。没有啊，未必呢。我那时候去也是狂下，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粉的好。先哦。
我不会酸呢、欸。你不会酸啊？但是什么叫偏太上面？你比较这样。哦，真的吗？你可以这样子的，这边滑都可以。你跟着播了没那么多，越播了没有。
次我就跟在后面录啊。你已经掌握到一种平衡的诀窍了。我不是说你丑，我是说你比较这样大，但是你这样子一样是可以平衡。是有人自己擅自越线的，我刚刚也没注意这里有一个过去的，这样过去能干嘛？是岔到中间吗？然后下面看的时候，最右边这边有个地方岔到中间。Thank you.
有结霜吗？眼睫毛上？没有，有一个白点点，但是不能去碰，一个白点的一个。那我真的觉得一直吹进来，我不知道哪里有洞啊，哪里有洞？没有洞。那我眼睛一直很凉。是很凉。撞到？就好像撞到他的屁股。屁股？嗯。谁？这个。是两个女性。好，这个呢？等。是吗？没有，就这样搓的时候撞到。搓人。这样子搓的时候撞到。反撞。对。当然的。左边也不错，左边跟右边一样，左边比右边可能有缓一点，因为闹得比较远。就在这种雪地上，刚学会卡宾的就自由很厉害了。坐上去。이게밑에빨래대가1m 1.3m 짜리였어요안들려나지면이게이만큼떠있는거같아붙여있다고붙이는초반에내가또놀다가힘이좀있지않나요지금은힘이있어요왜냐면지금개설비가없으니까저는안들리시죠
聞いてる子供たちみんなに。おちゃん。すごい温度高くなる。カビアンの世界。야근데좀조심을해야겠더라아이스키가另外一个山头，嗯，上面有
绿绿的。我旁边的山看有看到绿绿的，我也在想那是什么。哦，你是说山顶有好像四个建筑物、啊，那也盖蛮大的。我觉得贡多拉的山顶站有餐厅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贡多拉是个夏天也可以营业的设施。是啊，贡多拉，你总不你夏天挂着椅子让人家上？就这里是真的可以玩的，每个人都在冲来冲去。它有森林区是没错，它有划区域，没、哦、那个现在已经每个那个灰灰区域以内的森林都是可以，森林都可以去。今天带我去玩一个看看。不是带你，是一起。我又没有比较厉害，我觉得是一起撞树。撞树哎，我有，我有刮到整个大腿，然后头大。你快撞到，你就用脚去撞好了。因为我们现在都脚去撞很痛啊。不是啊，用板去撞好吗？踢树好了。嗯，是吗？对不起。嗯。奇怪，今天这个长停下来。我觉得这个波是个有种绿的，而且一开始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前面那个就一副要卡冰一样，卡两下之后就着地了。像这个也是啊，这样可以。咦，我相信刚会卡的人在这里都觉得自己是卡冰高手。这很平啊，很好弄、啊。没有，不止平，它的那上面的那个粉雪那个粉是很容易刹车，所以它的出锤率会比较低。然后也没有奇怪的声音吓吓大家，而且又很宽，它不会有那种手脚放不开的错觉。哎、欸，一开始好像很厉害，但是突然间好像出锤了一下。这是可以的树，你看绕那一根就好了，进去再出来，一次一根也可以。他马上就往下喊，你给我抬起，把盖子打起来，盖来盖来盖来，盖子打开。为什么不会自己开啊？他就不开了，很重，他要喊吗？他就喊，那这样就要好一点。
不行，你要等我。穿越它，去远远，远远那边啊。啊、我刚好掉下去，你没看到啊？你掉下去了？对。
我叫的啊，因为他要撞我的。难道要钻过隧道吗？我不知道呢，还是是上隧道上？通常是啊。看其他人是走隧道下吗？上啊，有一个走下。下是绿色，他说渐右边，好吧，走右边。绿线。
这里吃饭。是吗？是吗？对，超贵。这有拍吗？那边很贵。啊？这是什么？这可能有点暗黑。他说：“感谢你的爱用，这里是自由休息。”对，没有吃饭。然后白天的话要到三一楼。哦，好，所以上面没得吃。那为什么 OK？ 滑雪 OK。OK 啊，虽然他也是在体育考验。酒店好大啊！哎，其实我觉得小车也可以上啊，你要去看一下路线。右边是红色，好不好？左边都是黑色的。嗯，左边右边，往右边是红加绿，往左边是黑黑红。嗯。还有好大肉。然后啊，如果我们往最左边，最左边、嗯啊，那不是红，那个是边线。对啊，对啊，我跟你说，左边都是绿，真的吗？一回路应该要滑很远。你要走最右边的绿，绿加红加绿加红加绿这样，最右边这样一路滑，然后一路回到哪里？现在的右手边，对，就是绿加红加红加绿，回到这里吃饭。嗯，对，绿加红加。就是一直靠右滑就对了，滑到最后就会回到刚刚过桥过隧道那里。哦，对，这是最快去吃饭的方法。哎、欸，这这里，然后穿过花大洞，如果走这呢，还是这里不好走？花大洞可能会花比较久。我的意思是说，现在雪下很大，对不对？对啊，应该吃饭的时候让它积多一点雪，下午再来享受这个。哦，所以现在以红色为主。绿色、红色，走靠右就对，空啊这样。你要让我看见你，我觉得好视线好差。嗯，那就靠最右边滑就对了。哦，那要不要你走前面？啊，我可以跟你。我就不认路的、啊。最右边啊，不用怕，最右边啊。大家都走右这边。有比较滑吗？打蜡真的有用吗？有吧。
且反正我压力很大，因为我会怕他突然倒下来，那我还要负责刹车，我很撞到他。对啊，我会担心啊。好，继续走吧。
停在这附近啊。那是走回来好远。嗯，还是说等一下出来还是一样坐那一台？懂多少旁边那一台？很慢的那台啊。那台很慢吗？那台有没有长暂停？我忘了。上面的倒是长暂停。哦，这台也有点长暂停，那很多学生。那为什么要坐那一台？啊？但是没有板子走，拿着走路应该还好。所以你觉得要停这里吗？看你啊。哎，停那一台也可以啊。停那里要走多远？那台比较近啊。会不会那里有个出口？哎、欸，哦，错了错了，我以为这台是我们刚一出来看到的。是哪一台？对啊。那台算停。哎，还是停在缆车旁边，但是要往上走一点。你要哪一台？我犹豫啊，你觉得呢？我如果要换不同的车是这一台啊，不过你广东上面也都还没完。对啊，我是觉得吃完饭，不过广东上面的其他都是黑的，然后对吃完饭不大好。我们先玩这个。先玩这个。那板子差那个网要不要？好啊，走过去也不会太远，还好。就跟我们早上停的地方差。天哪，我在滴水，为什么？哪里滴？这里。那我一直在滴水，滴两下。是、哦、没有很硬的，笑也可以在这。你要躺在网子上也行、啊。不好。哎，不，一次差一个。今天太重。掏一点，这样很深吧？往里面掏一点就不用。要往里面掏一点。好、哦。好、啊。这样。是吃醉间吗？这是哪一间呢？哎、欸，那个有个餐厅。那里有一个，哪一个好吃？那里就在缆车站的旁边。嗯，后悔了。我不知道哪一家好吃呢。啊，就去吃那个。既然你发现了，可能是。但是你跟上面刚写这个字，他跟你说叫你去吃这个。啊哦、那吃这个。那是。帮我拍雪。还好，主要是我的刚这边在滴水，我不知道从哪里滴下来的。我也不知道，你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刚滴了两次。对啊，我感觉你掉很多啊。正下，远远看，正下面正中间，还是右上角，是飞炸的。不会，正下面正中间是唐家的。左下角该不会是？这是担担面吧？是啊，看起来就是担担面，很辣的感觉。那好像是肉丝地葡萄。右上角跟正下角。哦，这个我起来好奇怪。那是楼梯，不是楼梯。哇，要排队。更确定了，明天不会来吧？为什么？因为人太多。到处买票也是，然后那个可以哦。好啊，那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们往那边开，我不要你开山路开车。然后明天其实也是用山路。Thank you.
Thank you.